群一字排开，对着镜头扭腰摆臀，大跳热舞，展现青春活力，借由场景转换带大家逛遍金门。唱团 TWICE 歌曲 MV 为舞步，结合城隍庙、上衣广场以及慈湖等20个知名景点，透过舞蹈来呈现金门美景。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他们，因为喜欢跳舞自组女子团体，影片筹划从编舞、拍摄到剪辑都由成员一手包办。我们先出来练舞，然后的下个礼拜六日我们就拍好，就是那两天我们就花那两天去拍好所有的影片，然后再由他剪辑。我最一开始是学校的音乐作业，你自己召集起来，然后聚在一起，然后拍了这部推广金门的影片。影片自去年12月上传至今，已累积了将近60000人次的点阅率。还有网友直呼，以为看到了周子瑜，原本只是学校作业，没想到影片上传，意外在网络爆红，成了另类的金门景点行销。记者李俊龙、邱小倩，金门报道。